再喊一次。院长其实跟怡人他们都是好朋友，那怡人跟我说，维工医院这边也很需要这样子。对，你最近是不是有什么出国的计划？哦，出国计划可能是月底，对，但是都还没有确定。但其实只是一个，只是把我女儿送去学校，对，然后我们就要回来了。我没有办法住国外，然后我女儿也不希望我跟着她，所以我们就是保持一个非常美好的距离。那目前就还是以协助防疫为主，这段时间，出国前，就我很希望明天就不用再做这件事了，大家都可以解封了，对。所以其实我没有什么计划，我只是觉得说，如果有需要的话，我们就尽量能够帮忙，但是。